你要结婚了，新娘不睡我。Yahoo， 这把又要赌大桥发财了。我靠，这房顶还趴了个毛毛虫，直接一波精准空枪带走。带，这把就舒服了，在这里赌桥拿几个人？啥呀？干啥呢？这16点的，我以为谁家提前过年放鞭炮呢？开个连点器，数值也是66啊，轮胎也没了。而且他要开个绿泵拉过来了，我要先下水了，哥。这把咱们刚落地就在老家点拿了一个鸡哥，按照以往正常的发育路线，我现在应该到甲车库了。停停停，兄弟们看到没？这就是咱们和平精英穿模的魅力啊！这种转瞬之间的小黑点我还没看清楚呢，于是我又重新往山坡后面拉到能穿模的距离。哟西，已经确定必须真实。这小子难道是听到我脚步警惕起来了吗？不应该呀，他就在这里啊！回想起他刚刚是在拿喷子守楼的，算了，没有雷的话那就不强攻他了。刚好空投就在我们附近，直接去拿。我敲，终于起飞一把，前期就拿到P90。我在这边扔垃圾的时候不小心把子弹给丢了。燕子，燕子，我不能没有你。燕子你在哪儿啊？燕子，然后找到了，这边又看到一个干拉了，咱们直接打，就差一枪必须莽他。结果他的药已经打上了，注意听，他是在会玩的，他一直在二楼那边蹦，肯定是在捏雷。咱们先进去躲一下。哎，不对，没捏雷吗？咱们掐个假雷试探一下。注意听，他翻下来应该要打天枪，咱们先别漏。哎，没打吗？注意注意，别让他从小窗户穿到我们了。哎，没穿吗？他怎么？哦，这小子应该是想先跟我拉开距离。好你个拉扯怪！哎，不对不对，你想干嘛呀？不是吧，哥？燕子你别走，我是真操了。你小子戏太多了，直接下一趟飞机吧。于是就出现视频开头那一幕，我在这边赌桥赌得好好的，直接被鞭炮611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了。原本是想游泳暂避锋芒，结果我上来以后又让他发现了。来，你们听，你们自己听，这是啥呀？我估计我是跑不了，现在这个石头缝里面躲一会儿吧。我就想问，你是拉枪线一哥吗？还好我的平底锅护住了菊花，不然死星子都得让他钻飞出去。这16速度点的，我都想做他女朋友。主要我还很害怕这小子是不是带了个透啊？所以说我就一直在这边扛毒，看到他左边淘汰波炮，他都跑到别的地方嘎人去了，那可就太好了，最起码他现在是没有再架我们的。咱们现在也不在圈，身上就剩最后一瓶止痛药了。山顶是有人的，如果干拉肯定会被他发现，但是没办法，咱们只能莽了。这小子这么快就发现我了吗？刚从这边露出来他就看见了。这 P90 是真耍无赖啊，直接给他秒了，简单舔一下他包里的物资直接跑路。这边我以为这个蓝蹦蹦要跟我抢点呢，但是他一看就没有学我们的车缝大法，一直围着地图给他绕圈呢，就是不知道去哪儿。咱们抓好机会下车揍他一梭子先。同时听到刚点我那个16现在在我头上干架，咱们先移一下车，别让他发现我们了。哎，万物皆可爬车缝，等到咱们要进圈的时候提前往圈里面扑颗烟，然后咱们再一头扎进来就很安全了。哇，这个拿16的真的是好烦呐、啊、就仗着有连点而且无后座疯狂的骚扰我。原本是很舒服的慢慢往圈里面推进，结果我进一个圈的打我一个圈。实话实说，我真的被他打得恼羞成怒了，我要还击。然后他又拿他的老16点了我一梭子，受不了了，这把我就算嘎了我要上去忙你。嗯，我车怎么没耐久了？我操，没关系，后面兄弟先别打我，你等一下，我去把他给震死。哎呦，你干嘛？我操，你这四倍的镜头，我操，你这能行吗，兄弟？哦呦，不错哟，还真让你打死了哟。